妹妹在呢。妹妹，有何吩咐呀？妹妹，我们都在呢。我们要找奥特曼妹妹呀。你们在找什么？啊，找奥特曼妹妹？对呀，你们能帮我找到我妹妹吗？也不是不行，不过你们得叫我们一声姐姐。没错。怎么样，跳不跳啊？是啊，是啊。先帮你赛罗奥特曼找妹妹吧。谢谢姐姐。哎呀，小事小事。格斯拉王、凡顿新人、大亚伯里克、乌罗加、 M 一号、禅少女、桑德里亚斯。嘿，找到了，赛罗奥特曼的妹妹就是她，格力乔。那快让赛罗带她走吧。好，赛罗奥特曼，你妹妹来了。妹妹，吉米巴尼斯、奥特人造机甲赛罗、佩吉拉、格斯拉王、奈克赛斯奥特曼。哎，找到了，谁呀？就是他呀，贝斯奥特曼呀。妹妹，我可终于找到你了，快跟我回家吧。原来他妹妹是贝斯呀。对呀，而且艾迪，你怎么了？我也想我的公主妹妹了，你们也帮我找到她呀。公主妹妹？你是说你妹妹是个公主？没错，我妹妹是康之国最漂亮的公主啊。哦，原来你说的是她呀。那公主妹妹是谁呀？就是光之国最漂亮的公主啊。啊，哎呀，我还是找出来给你们看吧。维克特利杀手、横版卡、永恒闪耀特利迦、巴罗萨新人、桑德尼阿斯、残人类、麦克赛斯奥特曼。哎，找到了。